花莲市公所共有零售市场乐活名摊，县外研习观摩团26号是参访了台北市南门市场以及新北市五股公有零售市场，而这两座市场也都是五星级优良市集，并且有多个星级乐活的名摊。而对照同样也是璀璨五星的花莲市参访团，在有共同的话题之下，互动交流是更加热络。花莲市公有零售市场乐活名摊县外观摩研习团26号是参访了台北市南门市场以及新北市五股公有零售市场，希望透过一连两天五处传统市场的观摩，让花莲的摊商们在后疫情时代经济不景气的局面下，同样都能有所收获。我们也希望说，看到我们不管是软体或是硬体，或者是包括我们的明亮度，包括我们的可能付现金的一些方式，包括我们一些年轻的一些商家的进驻哈，那我们都可以希望都可以学习，然后带回花莲来做使用哦。那也希望说把我们环境弄得好，那大家就可以一起来采买。那包括现在也鼓励我们青年世代也到我们传统市场来看看，那带着孩子更小的孩子来到传统市场体验不一样的一些文化，就不需要到大卖场，让我们传统市场能够被更多的年轻人可以看见。而这两座市场也都是五星优良市集，并且有多个星级乐活名摊。对照同样是璀璨五星的花莲市参访团，在有共同的话题之下，互动交流也更加热络，摊商们也都是收获满满。记者徐丽琴台北市报道。